这不是糖宝吗？这是糖宝啊，这是糖宝汁，这是糖宝汁，宝汁是干嘛的？糖宝汁这样子能吃吗，家人们？这能吃吗？都黑了，能吃不？能吃吧？这能吃吧？好难受啊，家人们！我今天晚上播不了了，我今天晚上播不了了，我感冒了。我今天晚上播不了了，家人们。我今天晚，我昨天回来，喉咙又痛，然后头又晕，然后昏昏沉沉。5点半睡觉吧，5点半睡，睡到2点，还是没睡醒呢，头重脚轻的。我感觉我今天播不了了，家人们。播不了了，怎么办？今天播不了。没有饭吃，我想煲点白粥吃。哎呀，最近太……最近，哎呀，身心疲惫呀，真的，身心疲惫。我好喜欢吃啊，这个牛油果啊。好香哦！对，我等一下继续吃完东西，继续睡一下。我煲点白粥吃一下啊。煲点白粥吃，煲点白粥吃，煲点白粥。拿什么煲啊？煲点白粥。不想吃外卖，不想吃。我一点都不想吃外卖，我想喝白粥，吃咸菜，喝白粥。喝粥就用这点米就够了吧，喝粥。喝粥呢。保姆家里今天早上，保姆家里有人去世了，所以他急着回去了。明天就回来了，他明天就回来了。保姆家里有人去世了，不少，煲粥就是这么一点米。我就吃一碗粥，我也不吃两碗。我不可以煲多一点，晚上可以吃啊，好吧。今天就吃一天的白粥吧，一天吃一天的白粥吧，吃一天的白粥，清清肠胃吧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。今年是怎么了？今年，我以前就是，再怎么冷呢，我都不会生病的，你知道不？
现在就是稍微凉到了，累了就病了，好烦，那体质越来越差了。体质越来越差喽，这不行喽，多放点水就是这个啦，多放点水呀、啊。那这不就久了吗？别送礼物了，昨天我出去的时候确实，我昨天去户外的时候拍东西没穿秋裤，知道不，我冷死了，哎呦忘记穿秋裤了，嗯，肺呀，这个肺呀，嗯，你们要这个睡衣吗？上次我上过的这个睡衣、啊。最近瘦了，真的吗？我准备减20斤，瘦的不超过100斤。岁月不饶人，岁月也不会饶过你的，放心吧，好吧，这每个人都公平的。上月衣服是吧？跟他们说一下，今天晚上我播不了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播不了了，我不想这样透支我的身体。嗯，喂，你们都不干我的手小号开播的吗？那你要跟那个谁他们说一下，我现在小号开播，我现在想用我这个绿色的睡衣，他们要，那也跟盯着吧，啊，拜拜啊，嗯，啊，我觉得这衣服挺好的，我好热，很舒服啊，对吧？睡衣不会饶过谁，真的。又感冒了，今天我都感冒多少次了，我想打死我自己啊，我真的，我好着急啊，我真的想哭啊。生气呢。
己拍吧。找到一个吃的了，这在西双版纳拿的小小玉米，这玉米可好吃了。那你这怎么蒸呢？我天！我们上点湿厕纸吧，上点湿厕纸吧，我们上点湿厕纸给他们。上点湿厕纸呢，就吃这玩意儿啊，不想吃饭，今天就吃粥，就吃粥。然后想要这个衣服的在这里啊，不会做呢，要保暖内衣啊。直播间啊，不，那个后台来上点保暖内衣给他们，现在真要穿保暖内衣，不穿就像我这样又感冒呢。保暖内衣上一下，鸡爪上一下，湿厕纸在这里啊，湿厕纸，保暖内衣上一下，还有那个鸡爪上一下，鸡爪子。